男星生态演员柳多仁近日被网友目击到与同龄演员李才敏在街上挽着手甜甜约会的模样，影片曝光后马上引起不少热议。而对于恋爱传闻，昨天双方所属经纪公司也火速承认恋情，并透露两人去年透过韩剧《浪漫速成班》结缘，最近发展成恋人，以同事的关系相处后对彼此产生了好感，正在了解对方的阶段，希望大家能用温暖的视线来看待。此外，不仅有网友发现约会影片中的穿着与他们今日上传的照片一模一样，两人似乎在爆出恋爱传闻前就可爱的在交往。李才敏除了为忙于拍摄的柳多仁送上咖啡车，还对女友 IG 上所有贴文都按赞。不过据悉，只有两篇有比基尼照片的没有按。표를많이받은순으로 A 부터 D 까지각자등급이정해질거야。柳多仁近日凭借韩剧《金字塔游戏》中校园霸凌受害者明子恩一角突出演技，备受观众讨论与肯定。而李才敏去年也出演韩剧《今生也请多指教》，以及担任音乐节目《Music Bank》MC， 190公分身高加上俊俏脸蛋，被众人称为小宋江。